太极剑是在吸取了传统太极剑经典动作的基础上，遵循武术套路运动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竞赛要求创编而成的。它既保留了传统太极剑的风格特点，又有创新和发展。该套路有点、削、劈、拦、撩、刺、斩、崩、压、绞、截、脱、挂、架、云、抹、带、推、捧19种剑法，弓步、马步、扑步、虚步、歇步、平行步、独立步7种步型，后插腿低势平衡、蹬腿、百连脚2种腿法，腾空百连360度、旋风脚180度、腾空飞脚3种跳跃及剑指、各种步法、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等组成，其内容充实，动作规范，技术全面，风格突出，编排合理，组合形式多变，难度适中，全套动作布局巧妙，连接顺畅，极具竞技性和观赏性，充分体现了太极剑动作中正圆活，剑法丰富，动静有序，快慢相间，刚柔并济及平和自然的运动特点。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解太极剑套路第一段动作，下面请观看运动员完整演示。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第一段第一组动作的技法与动作要点。在本组动作当中出现了一个手型叫做剑指，剑指的要求是食指与中指伸直并拢，大拇指和无名指与小指弯曲握于手心之上。剑指有两个扣分点，第一个扣分点是食指与中指未伸直并拢，第二个扣分点是大拇指未按压于无名指与小指之上。剑指可以帮助我们美化动作造型，也可以助势助力，同时与剑的配合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。本组动作出现了4种剑法：点剑、削剑、劈剑以及拦剑，还出现了一种腿法独立，一种步行弓步。接下来我将重点跟大家讲解弓步拦剑这个动作。接上一式独立劈剑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独立步大腿一定要超过水平，如果大腿未超过水平，这将是一个扣分点，所以习练者一定要注意。好，弓步拦剑，支撑腿屈蹲，同时左脚向左后方后撤，右手以手腕为圆心做一个立圆绕剑，接着重心左移，右脚尖内扣，同时左脚尖外展，重心前移成弓步，用剑自下而上向上做拦剑，左手与剑指架于我们头顶上方。
好，拦剑这个动作的主要攻防技击的方法是，当我们做拦剑的时候，我们的力点在于这个剑刃的中段。当对方向你劈击、劈砍而来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剑由下至上去做一个阻拦的动作。好，这个时候看我们这个剑像一个盾牌一样，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。所以拦剑这个剑法一定要和我们撩剑的剑法区分开来。接下来我再继续为大家讲解第一段第二组动作。本组动作出现了一种主要剑法，叫做撩剑。好，接上一式弓步拦剑。在国际竞赛套路规则当中，撩剑有两个扣分点。一，直腕，也就是在撩剑过程当中出现直腕的动作。所以说我们的剑与我们的手臂要形成一定的夹角。第二个扣分点叫做未明显成立缘，也就是在撩剑过程当中我们的剑没有贴身，运行路线不是立圆，而出现了向外或太向内。如果这两个扣分点出现的话呢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？在撩剑过程当中，
触地或者是触身，所以习练者一定要注意，本组动作出现了两个跳跃动作和一个雀地龙跌叉的腿法动作。接下来我为大家详细的讲解雀地龙的两个扣分点。第一个扣分点，前腿脚内扣触地。第二个扣分点，两大腿之间的夹角小于45度。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出现这两个扣分点。本组动作出现了两个跳跃动作，腾空飞脚和腾空摆莲。这两个动作呢都有相同的两个扣分点。第一个扣分点是击响腿，脚尖未过肩。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脚尖一定要超过我们肩的高度。第二个扣分点是未击响，所以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手击拍的位置的准确性。所以练习时一定要找准击拍的位置。第一段，并步点剑。点剑时，立剑提腕，使腕尖向前下方点击，力达剑尖。左弓步拦，拦剑时斜向上拦击，剑尖要斜向下垂，力达剑身中段。左右撩剑，撩剑时贴身力圆，力达剑身前段。
太极拳套路第一段动作已为大家介绍完毕。